之前来这个味道很不好了，也是很脏啊，我还不想来啊。啊，但是看师兄师姐很冷，他们也是一样做得很高兴，很欢喜啊。啊，我就想一想，我要跟他们一样啊。啊，他们做到哪里，我要一定要比他们付出的更多。感恩的心是前进的最大动力。在我在寒冬的时候啊，哈，慈济就像慈济的大爱师兄师姐们呢，就像一颗大太阳照亮着我，让我真的好温暖啊。回馈付出，彻底戒掉所有恶习，不会再想去沾染以前那些坏习惯了，例如抽烟、喝酒、嚼槟榔了。把一些习气改掉啊，也期许自己要做到100分，所以他这份勇猛心，我们觉得应该给鼓励。日日早起熏法香不中断，这也是我的家啊。现在我跟叔叔住在一起啊，小孩子身体状况不好，住在康复之家，老婆精神状况很不好了啊，我没有办法照顾她，所以住在娘家。女儿在外求学租屋，全家经济重担落在黄先生肩上。这个功德款缴快5年了，虽然金额不多了，200块而已，而我自己的经济状况也是不怎么好了，但是缴个200块啊，哈，自己节俭200块可以帮助人啊。做对的事要坚持，他还决定，我要把这份机会啊，这份补助让给别人，是我自己还可以过得去了，而我不想有一种依赖的心了。翻转手心，心里有个最大的愿。我看他们告别式啦，还是在金丝堂某个场合啊，但他们都穿西装，我怎么每次都穿这个啊？我也想要跟他们一样啊。梦想有天穿上慈诚制服，菩萨道上持续精进。